迎大家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，就这家，去吧。爹爹，儿子，还是你先去吧。爹这紧张，心疯了，直跳。你看你爹，你咋这么完蛋呢？见个同学怕啥的？去，去。你听爹说啊，你去吧，敲门去。除了老头呢，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。要是除了老太太，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？要是的话，儿子，把这封信给他，别让老头看着啊。啊，去去去，快，二屋来，去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喊的？你得看出来是谁呀？这这怎么样？家里有老头没？有人没？人哈？有人没？有人没？嗯嗯嗯嗯嗯嗯。你找谁呀？你猜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子，我上哪猜去啊？当你提个人谁呀？你同桌，同桌，你同学，大橙子。哎呀妈呀，大橙子我知道啊，你是他啥人呢？我是他爹啊，不是，他是我儿子。不对，你猜我是谁？你是他儿子吧？猜对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那个，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。啥？别让你老头看着啊！不是，那你爹人呢？他来没？他妈搁那蹲着呢吗？看着你了，快点的吧！这完蛋，快点！大橙子，桂琴，老同学，桂琴，你咋来了呢？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？哎呀，我挺好吧？挺好的，变样了呢。都20多年没见了，不是咋的？是呢，我变了，难过了。是啊，你也变了。大爷，咱们都老了。哎呀，给我照一张全家。哎呀呀呀，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！是啊，福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！我大傻瓜，你给我摔掉地下了。老头，你回来了。照全家福，这家长没回来，跟谁照呢？还算你一个呗，大爷。算一个，我是这屋的户主。算一个、哦、老头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同学大橙子，我家老赵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哥。啊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儿子。啊、哦，主人翁回来了。来，进来吧，来。你快进屋，进屋，孩子，来。哎呀，我上前院老王家，跟他玩会儿，喝点酒，斗会儿地主。哎呀，我说你脸咋透红的？嗯、来，坐着，坐着。哎呀，坐，坐。嗯，孩子坐那儿。哎，我坐，我挨着我爹。刚来的是吧？刚到。怎么事呢？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、哦。听说这老同学呀、啊，搁这块住，我就顺便来看看。这大哥也回来了哈。桂琴呐，那个我们就走了啊。啊，大哥，走了。是不是有事啊？别着急。来，哥，待会儿。没有事。这啥呀？啊，这信。谁的？我爹写的匿名信。匿名信啥？有事找咱们吧。没有事儿。能看不？说看别人信犯法。我是给桂琴写的。那你看让我看不？哎呀，犯啥法呀？还是有事求咱们。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，你就找我，妥了我也啥都办不了。我给你看看这信啊。朝思暮想的琴，你要买钢琴呢？是啊，不买。买啥琴呢？哎呀，那啥，我小名不叫小琴吗？你不叫桂琴吗？这个琴你买不起，太贵了。还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都不卖，这孩子咋有点彪呢？等我惯你，你惯孩子了。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。我爹真猛，爹你真给劲儿。大哥，
别介意啊，这个词儿搁现在，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。哎呀，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，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？哎呀，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？我都没这么叫过。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，情窦初开的年龄，你那窦字不会写，画个圈儿。爷爷，爹，哎，你咋这么笨呢？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？太笨了，你俩一个学校的吧？我经常辅导他，我看出来了，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，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，帮我读了七年书。一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，丢了魂儿一样。那魂儿不会写，画圈儿。你这都啥水平？放假的时候，为了看你一眼，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，干了不少零活。那零字不会写，你这是铃铛的铃。哎呀妈呀！来！哎呀！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？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戏，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！真的，借我铅笔，给我橡皮，考试时候让我抄题。抄题？哎呀，你怎么把人坑了？有时候也帮倒忙。有一次嘛，期末考试嘛，让我抄他题，我就抄了，完了得个零分。那咋抄呢？咋还得个零呢？还好意思说呢，你问他吧。我抄太全了，把名也抄下来了。啥玩意儿你？后来吧，后来出来俩桂琴，我一分没有。那能有吗？你得多少分啊？我得90呗。算错了，俩桂琴应该得180呀。我操！大爷，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？真当不起。这信我没法念了，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，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，把我炸上了。你念吧，我念，行，我不怕炸，孩子念吧。我爹不会用炸，有一回斗地主，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。我念啊，小爹，这么哎呀，小琴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？拉倒吧，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。小琴，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，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，此处略去三个字儿。为什么呢？节能减排，省点墨水。那此处略去仨字儿，这都七个字了，你仨写不了。不是你这是，你想说啥？我爱你呗。不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哎呀，那你就写感谢你呗。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？妈，亲，我退学以后，咱俩就没见过面，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。有一次，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此处略去27个字儿。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咋了？这是啊，大哥，那是我做的梦，梦丢27个字儿。不是，就是我俩做梦嘛，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。就这功夫，这孩子睡觉打把式，一脚就给我踢醒了。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。赖我干啥呀？多亏有你，要不然接个梦说不上梦着啥了。哼，问你。哎呀，亲，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。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，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当时就我们俩，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，此处略去78个字儿。你这是来你说说，这个也是梦吗？这不是梦。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？那个我哪知道啊？你装啥糊涂啊？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
这怎么的了？又整那些字都没了。大橙子，你咋啥都往上写呢？哪有这事儿啊？有这事儿吗你？桂琴，你忘了？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，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？咱俩就往家走，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，完了，一抬头，面前站头驴。你上哪儿去？这驴吧，瞪咱俩一眼，他就走了。爹，你说啥呢？我大爷这长脸儿。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。大哥，你那你说我咋整？我能走吗？我能不管吗？你说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。你不昏了吗？你还能想起来吗？对呀，当时我确实吓昏了。你咋倒人怀里了呢？不是我昏了，我哪知道倒哪儿了？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。后来你驮回去的呗？是我驮回去的，不是我背回去的，背光背了，背累的很也抱一会儿。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？大哥，我没做人工呼吸啊。不是桂琴，你说你这同学哪的？我咋就没见过呢？你哪个婆子？胜义村老余家的。你叫啥名？余则成。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？这是。大哥，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，我这成是成不足败事有余的败。有别的败。不是，是败事有余的成啊。成不了。你别着急，你看你。你咋还失败了呢？你有完没完了？谁没完呢？这是干啥？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？亲，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，什么也不说了，请你留下这张卡，这是我对你的心意。什么卡？银行卡。我小钱家里穷嘛，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，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，给他存了30000块钱。钱呢？搁哪呢？卡？卡给他了。啊？你啥时候给我了？哎呀，对好哦。我不给你了吗？不是，别装了，掏出来吧。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。不，哎呀妈呀！你说你咋不早说呢？太吵！哎妈呀！我能要你这卡吗？快快快，拿回去！凭啥不要啊？干啥呀你呀？你给人拿回去！还给拿回？画这些圈儿，拿个卡还不要？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宾馆302房。咋了？你行啊你！去吧。我去哪呀？这不开房了吗？还去哪呀？不，你说啥话呢？说啥话？房卡揣你兜了，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，这就完了。去吧。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？去！我大橙子咋回事啊？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？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呢？啊！你让我上哪去住去？你别添乱了，你这孩子。你说我找找这整哪儿去了？你这是不拿错了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。你看这我俩拿串了，你瞅瞅，快给大哥看看。你快看看，这不是吗？一场虚惊，冲你大惊小怪的。念。嗯。亲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，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。爹，他不是我妈吗？啊？你不说我妈没了吗？不是，那不是呀，孩子，我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？你，哎，我啥是生孩子了？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，你让我过年不？你不是我妈？你说啥呢你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上点去！我大橙子咋回事？不是你能说清楚不？谁的人呢？这是啊？这咋事？你整出孩子？你说，这咋？大爷呀，咱俩咋吃命啊？你说这咋的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大爷啊，你说这孩子是我不？你猜呢？是，猜对了。大爷呀，别管我叫大爷了，叫叔吧。你爹下手逼我走。你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咋的。好了，大哥，啥也别说了啊。你们在这过吧，我给你到地方，好不好，桂琴？不，你要干啥你呀？我走。你过两天好日子，你做啥呀你呀？我走。儿子，你回来！你管谁叫儿子呢？不是，你在这站什么台了你？大哥，干什么玩意儿你？大爷，你听我说，大爷，谁是你大爷呀？不，大哥，我叫他呢。你跟我解释明白，你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
来，把这句话解释开。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，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，你放心。这啥意思？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？给我个交代。大哥，你俩过来。你听我说，大哥啊，我小钱吧是个孤儿，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，在她的影响下吧，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，就这么的，我收养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个孤儿，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们了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爹说你是孤儿，你这，哎呀，他也是孤儿。报告，我也是孤儿。谁信呢？爹，你说啥呢？你这谁是孤儿啊？能孩子，爹没骗你，你确实是个孤儿，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。儿子，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。你看看是不是？我是孤儿，大爷，这是我吗？小沈阳，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，现在叫于沈阳。我是多余的，我是多余的。哎，这是真的。你干啥呢你？你出来。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？我跟你说，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，我养了你18年，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，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。你现在你也长大了，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，爹不拦你，你去找去吧，我知道搁哪块儿，早晚也是这么回事。对不起啊、哦，孩子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爹是啥呀？咱大伙误会你爹了。你爹养你18年，屎一把尿一把的，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，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，不就怕你受委屈吗？是不是啊？孩子，你要报答他，你不要找妈妈，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。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，是吧？你得好好学习，长大成人，报答你爹，回报社会才对。好好念书，是吧？念多少年了？不念了。你看我一看就是，那是情窦初开，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，多让人笑话呢。不是吗？那是土豆的豆。哎呀，拉倒吧、啊、你瞎教人家，你说那更不对。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！念书报答社会，报答你爹，听着吗？赶紧跟你爹说，爹，对不起，儿子别哭啊，别哭别哭啊，爹，谢谢你，爹，我不找他们了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找他们干啥呀？你就是我亲爹，你就是我亲妈，我缓过来了，我也长大了。今天大过年的，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、嗯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拜年，你们都坐。哎，来坐，快来，孩子给你们拜年啊！好，爹，哎，妈，哎，爸，啥叫你？还有我事呢。我给你们磕头，过年好！哎，孩子，好孩子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孩子拜年了，你有红包没呀？哎呀，这我没准备，我给准备了。俺三个一人1万，给你。不是大哥，这是给桂琴的，你给他干啥呀？咱都一家人了，孩子，我们俩也没孩子，拿吧，给孩子，好好读书去啊，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，不上学没出息。拿着吧，孩子，谢谢大爸。大爸，你谢谢三峡吧你。没用的。今天你们同学聚会，我想起一首歌来。我唱给你们听哟。行，孩子，太好了。这孩子哥唱的。我给你会同吗？我会。那你同去，你去整俩菜，咱俩喝点酒。好了。哎呀。来。嗯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？来坐下。
曾经最爱哭的你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看相片，给她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爱为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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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头子啊，你拿纸和笔干啥呀？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？我就写个名，此处列去一万字，让他想吧。